Hello， 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上个百度网盘加速视频在各大平台火得一塌糊涂，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今天分享一个更带劲的黑科技，相信在看视频的朋友应该有很多自媒体人，大家在制作视频时都怎样制作字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相讨论一番。今天分享的是一个基于 OpenAI 的开源工具，一种开源神经网络，可以轻松地将音频自动转录为文本。它最强悍的功能是您只需对着麦克风说话，它就可以实时地将其转换为文本，甚至实时翻译，而且完全免费开源，兼容 Windows、 macOS 和 Linux。 这段 MP3 文件和前面的内容是一样的。 Hello， 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上个百度网盘加速视频在各大平台火得一塌糊涂，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今天分享一个更带劲的黑科技，下面将这段音频转录为文本。点击 File， 选择 Import Media File， 然后选中音频文件。这款神器支持多种格式，常用的音频格式如 MP3、 WAV、 M4A、 AC， 视频格式如常见的 MP4、 WEBM、 OMI、 MOV，都可以完美兼容。点击 Task 后面的选框，如果选择 Translate， 可以实现音频的实时翻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今天分享的是音频或视频生成字幕，所以选择第二个 Transcribe， Launch 选择 Chinese， Model 保持默认，下方 Tiny 更改为 Small，点击 Run， 软件会自动下载识别模型，该模型只会下载一次，以后识别不会再次下载。模型下载完成之后，自动处理音频， Status 下方可以看到状态。当状态变更为 completed 时，说明转换完成，双击文件列表，见证奇迹的时刻。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内容，正确率达到了 100%。 点击下方的 export， 选择 SRT 或其他格式，使用记事本或其他文本编辑器即可查看。此时将 SRT 文件直接导入到 Premiere 或 Final Cut， 或者其他任何视频编辑器中，后面的过程就不必再过多赘述了。这个软件的可玩性非常高，尤其是开始提到通过麦克风可以实现实时翻译功能，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去试试吧。走的时候别忘了一键三连哦。